个靖国兄是那个今年度哈五月份刚请他来这边帮忙啊，那个育成中心的顾问这样。那他这个顾问是怎么讲？一般顾问是有事情才来嘛，但是顾问是整天都在这边，所以他会来大力帮忙。谢谢那个靖国兄哈。因为我们今天市政府这边也来了一位那个长官啊，叫那个黄副长官。或者市政府弄爱叫长官啊，或者市政府也是中央也好，都是叫长官啊。好，可以啊。那那个王世豪啊，对啊。那可能在座哈、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哦，像邱先啊，那个邱先。
还有那个台南艺术工作坊的市长，还有各位那个学校先进以及今天所有的两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众人皆醉我独醒，今天就要谈几集的内容，因为我今天在台视刚好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台资讯局那边，还是经济部市长跟卫生局都要下来，结果那个活动是我们担心的，担心又有其他外星社会来，所以我们就把它延期。那我昨天就一直在盯着电视看，本来说连高调被送走，结果就没有宣布到，今天早上五点就要宣布，那时候我心里就有数。
所说的台南大学一直非常支持我们各方各个面向的发展。我们在举办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有人也在质疑说台南大学有什么样的能量可以来办这个医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那个郭副主任好，还有我们很多的那个同仁，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跟他讲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黄校长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学校的各个面向的活动，不是只有在医疗器材，包括很多的光电资讯还有很多的那个文创方面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奉一生信心，也绝对会让各位支配票价这样子。当然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谢谢刚刚那个已经支持的那个我们成功大学前瞻医疗器材的那个苏教授，长期以来他是非常照顾。今天这个题目有可能是算是说那个简介吧，里面会再深入一点点的，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你发问。现在的问题的好处。
了这个斑点之外，你的肤质还有些细纹，然后加上你的泪沟可能是你最近太劳累了，所以它显现出来。你可能如果说要让你整体看起来更年轻更自然的话，你可能同时会需要三种治疗。所以这个变成所谓的一个复合式的一个疗法，那针对每一个客户他的需求去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算是评估了之后给专业性的建议。所谓的整形呢，就是所谓的手术的部分，像隆乳啊、抽脂啊、隆鼻啊、削骨啊、拉皮，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削骨手术啊、下巴的手术啦、唇部、眼睛或者是双眼皮啦、还有所谓的抽脂。那非手术整形的部分呢，就是刚才讲的光疗啊、电波拉皮啊，或者是微整形，我们刚才打入一些充填物啊，所谓的 filler 啊、玻尿酸啊、Botox 所谓的肉毒杆菌啊，或者是微晶瓷。那另外一个区块呢，就是所谓的化妆品啊，或者是保养品这个区块。其实哈，整形外科医师来讲，他的特色是什么？他哈，我以前在选科的时候哈，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做骨科很好，你看起来抽用啊，跟他哈，还是讲啊，跟骨一样，比较有理啊，就是说这个骨科好像做活水也很快，每天要敲敲打打。收楼梯啊，爱痛不要。那整形外科是什么？整形外科好像做这个中红，好，我们做中红，我们就知道说哈，中红要做爱睡嘛，爱有刚，就是说你的功夫要好，纯粹凭技术。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整形外科来讲的话，它的训练里面呢，你要有一些美感，你要有一些什么技巧。很多的事情呢，你是想会搞，但是呢，你做会搞。它要能够发展，一定要配合医学、生物科技，还有一个工程技术的进步呢。我觉得哈，这才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前面大家市场里面大家已经谈很多了哈，那我只是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说各位看这个整形哈，也就是手术的部分，其实它的成长是比较缓慢，但是各位知道这个也是比较扎实。就是说比较扎实的是说它不太会呢削价竞争，它呢它的门槛呢比较高，那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医疗器材的需求呢也会比较 sensitive，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比较扎实的部分。那在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说啊，未婚延婚的人口增加，小家庭增加，大家庭没有了，大家的经济负担没有那么重，所以会比较把钱哈花在自己身上。其实蛮重要一个就是说，在台湾目前就是健保制度的压力啊，越来越多的整形外科医师呢，他们慢慢比较不做所谓的外伤，比较不做所谓的健保，因为呢这个价格比较低嘛。现在很多整形外科的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医美整形的一个市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不一定是因为说，
他很想赚很多的钱 ，no， 而是他在健保这个区块里面，他的收入呢是越来越少，要求呢是越来越多，纠纷呢是越来越厉害。所以呢，不同波长的雷射呢，可以治疗不同的问题，斑的问题啊，或者是皱纹、细纹的问题，或者是血管瘤的问题。好，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疗产业的雷射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呢，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原则、一个理论来开启、来设计我们的医疗仪器。我们的雷射，好，所以它会给它不同的波长，好 ，ND Young 有它的波长 ，CO2 Laser， Irving Young， 好，或者是其他像 Argon， 好 ，Ruby， 它都有不同的波长。那不同的波长，它可以去治疗不同的一个疾病，它是很多像一个不同的小小的一个细点的东西。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飞梭雷射呢，它基本上呢，我们大部分都会用。在治疗，譬如说皮肤表面的不平整，好像这个痘疤啦，好，或者某个程度上还可以除一些细纹啊，就那个皱纹的一个东西。那当这个雷射打下去了以后呢，它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破坏，它是一个什么？像一个点状，像一个点阵啊，像这样子打下去，变成一个这样子，好，不同的很小的不同的一个伤口。为什么呢？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它最原始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跟我们的伤口的愈合有关系。各位知道，如果这个伤口呢是这么大的一片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它的愈合速度会比较慢，它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发炎反应。那发炎反应，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色素沉积啊、疤痕的产生啊，好，这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慢慢就会出现。脂肪先抽出来，然后呢，把它离心抽出来，像这个正常抽出来要像这个木瓜牛奶的颜色啊、哦。如果像西瓜汁呢，表示呢这个 trauma 太厉害了，血的量比较多，好、哦，然后把它离心，好、哦。然后离心了以后，这个就是脂肪。各位要知道，这个里面不是只有脂肪而已，它还有干细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哦，那有了干细胞的一个我们最原始的概念，就是说它能够再生，能够再生。好，这样把它分装成一个小、小小的这个脂肪。好，做什么？封起来。年龄大了，延伸。这时候呢，我认为它很有潜力呢，去取代所谓的玻尿酸。好，各位知道现在很多的我们的丰颜的部分呢，都是用玻尿酸。但是各位要知道，玻尿酸什么要钱哎，它要成本哎。一支玻尿酸其实它的成本还蛮高的，你的技术费还不及这个材料的一个成本。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脂肪里面有干细胞，所以它能够再生。第二个打进去的脂肪呢，通常它的 diameter 要小于好三十分之一 millimeter。当如果是这样子 size 的脂肪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会存活，它就比较会存活。这一条是黑色素的一个曲线，那黑色素越高代表说它吸收波长的能量 是越明显，但是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坊间黑色素除斑用1060的波长，1060是在这个区间，是在曲线最低的地方。那你会一个疑问说，哎，刚不是提到说你的能量要越高越好，好，所以它吸收也比较容易嘛，但是你要考量到很多因素。好，第一个你在这一个点的时候呢，它的红血，它的血红素的吸收呢，它是比较低，所以是 OK 的。那你在这个高点的时候，
血红那个像红血球，我们的血红素吸收能量高，但是你在除斑的时候没有，不会牵涉到我们的那个血液的问题。那再来一个工程上面的考量是说，1064的波长在一般工业界，镭射切割、镭射焊接里面是用途最广的，所以呢也刚好非常幸运的这个波长可以释放在除斑的这个领域。好，那呢在因为这个。其实还蛮漫长的，重点的话，第一个一定要符合临床的需求，那最后呢，你要有上市的这个，就是你的申请执照哈、FDA 认证等等，你要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所以呢，这张投影片呢是要跟你讲要有耐心的、啊。